哦，它的缺点是在这里啊，不过它优点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用了哈，因为其实应该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哦，就简单就对了，哦，只是说不方便的地方，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自己哈去做更新的动作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劳永逸，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是说呢哈，你要不要用那个？这个 Excel 里面内建这个函数，你要预先先放，而且不需要逻辑判断。那主要呢，我们如果用 VBA 的话啊，哎，大概会有几个地方会是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呢，当我怎么样选取，所以呢特别注意哦，我们前面好像在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嘛班级那个地方有没有？不是有个 worksheet 劝举？劝举的时候，它假设是什么 H2 还是 H3 忘记了。如果那个储存格改变的话，那我就做怎么样？把资料查询过来的那个动作，诶，那其实这一题哈、也类似哦，也就是当什么？不过这一题的话是，不是 A2、A3？诶，特别说它是应该是一整个栏吧？干脆就判断什么呢？如果是 A 栏里面有改变的话，OK，那我就做。后面的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把公式再丢到这几个栏位里面去啊，然后再来，我就是要知道什么变动的那个栏是，变动的那一列是哪一列？比如说我知道第二列，那我就，那一列的这个 B 栏、C 栏、D 栏、E 栏，就做改变那个动作哦。那这个地方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第一个我先把这些再复制一个吧，VBA。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假如选一个，哎，它会跑了，有没有？那如果 delete 掉，那它就删掉了。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啊？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啊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如果我要有这样功能的话，一 Visual Basic，二的话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啊，请你在哪里呢？找到你工作表啊，特别重要，它是跟着工作表哦，所以我刚刚已经复制一个过来，叫 Build list VBA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程式应该写在哪里呢？就写在对照它的这个哦，所以工作表你请你找到名称叫 Build list，就这一个，请你在这一个快点两下之后，找到这边有一个叫 worksheet，劝举，哎，劝举，那劝举的时候的话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？我先把这些先删掉，好，哎，第一个呢。判断什么呢？判断是不是 A 栏变动，除了 A 栏以外的都不要理会。那怎么知道是不是 A 栏啊？其实很简单，if 我这边先把 end if 先打，if 怎么呢？哎，变动的那个储存格叫 target，它可能是一个储存格，也可能是一个范围。它的栏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的栏怎么写呢？target 点什么呢？column。哎，意思是说，它变动的那一栏哦，column 这个column，它的 column 如果等于一的话，意思说是第一栏啊，记得不要用 A 栏哦，因为这个 A 它不认得，这个 column 回来它只会是数字，不会是文字哦。好，如果等于一的话，then，然后呢才帮我做底下的事情。哎，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，帮我把公式丢到 B、C、D 里面去，哎，所以要怎么丢？如果它劝举了，那而且是第一栏，那我现在要知道什么呢？哎，丢到哪一栏？哎，那哪一个储存格？啊，一样哦，sales，刮胡，哪一列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变动的那一列。那变动那一列其实是它，就是 target 点 row 就可以了。意思说哦，变动的那一列，变动的就是 target，它的列就这一个啊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是同一列的 B 栏，所以这边打一个 B，等于什么呢？那个公式，把那个公式放过来啊，公式的话我们刚刚有写过来，就这一个，所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复制一下啊？这个 B 栏里面公式，然后一样呢贴到那个我们的双引号里面。哦，啊，当然你要记得一个原则啦，如果本来里面有双引号的话，
也是一样要变两个，所以这边有双引号两个嘛，所以把这两个一样变成两个。然后呢把什么呢，把那个列号改成，之前是改 I 对不对，那现在是改什么，改这个他给联络。哦，他改的方法其实他一样啊，就是2齁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， and 两个移到中间齁，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target 联络怎么样拖拉过来复制到这边，那一样这边加空白。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你就再把这个复制贴到这个2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齁只有做完一个 B 栏。哦，不过 B 栏你可以先试试看啊 ，B 栏 O 不 OK？ 哦，先 run 一个看看这个，哎 ，B 栏丢过来了，成功了。但是底下其他的一样嘛，就是再来怎么样，再把什么了，再把 B 栏还有 C、D、E 有没有？所以你就是这个贴，然后这边改成 B， 然后丢公式，B、C、D、E， 总共会。到 F 栏 ,OK, 那一样啊把公式贴过来改。好 ,OK,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。